哟吼，哟吼！今天是安安香香童装试衣间，妈妈乱买，自以为自我疗愈的更衣间，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买到牛仔裤，结果不小心买太多，我正在忏悔当中。反正都买了，来穿吧。搞得跟那个外面的卖家一样，刚刚不知道在疯狂什么。那总之就是这些鞋子，这边香香的，然后安安的这两双，夏天嘛，穿拖鞋总是很方便。搭洋装系列的夏天的凉鞋，这边都是套装，这都是香香，因为安安她现在已经太大了，没有了。内搭裤系列，女生总是有很多内搭裤，透肤的，就是有不同材质跟设计。然后这个内搭裤它是比较有点设计感的袜子，不自觉就会不小心买很多，应该还蛮好搭，而且她每天学校都会穿。之前香香一直说很想要恐龙包包，然后这个就还蛮小女生的感觉。好，香香的太阳眼镜系列，有白色、红色的，配配珠的，这个是有点渐变，然后还会有链子，然后这个渐变就很明显，我觉得超美的。有渐变，但是它是嘴唇形状的太阳眼镜。我先来讲这一家叫做 iPure。这家大部分好像是韩货童装，但是没想到就是会大那么多，因为我觉得韩货很多会比较小。这衬衫还蛮帅的，有这样子图案的设计，又有字。先转一圈，帅，然后利落，还有白色，好看的就两色就都买了。下面它有那个须须还蛮好看的。这个裤子我也是买比较大，所以现在只能给它这样子折起来。是他们兄妹穿的破坏牛仔裤。香香它这个上衣是小蜜糖，它这个先拿来搭，摆几个 pose， 来来 ，come on come on， 然后哥哥很帅。插口袋很帅，挺帅的。啊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你有这个饰品，我觉得还蛮帅的。然后有字搭配的。嗯，为什么你要选红色？因为黑色是黑的。但我觉得黑暗还蛮帅的啊。那你自己买几个红色？天下哥哥帅吗？帅。扭屁股会有声音。然后香香的这件裤裙，小女生穿裙子很可爱，但是如果裤裙的话会更好，因为小朋友就总是会玩得很野嘛。香香的裙子好可爱哦，超可爱样子，翘起来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，那活动好可爱哦。香香你这样当好 lady 哦，那个红色好了，来，韩剧小女主角，哎，好美哦，哇，淘宝买了很多的那个太阳眼镜，这个是什么？佩佩猪，对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这个哦，这都是牛仔裤，都是有点破坏感的。我有一个类似这样子，就是破比较高的。我是有给他买大一点，不然他应该会就是看起来更高一点的感觉，破坏虚虚的感觉应该会大一点。好的，这裤子尺寸比较刚好一点，这件还不错，夏天很适合。这个 iPure 还有一件，因为我有一件就是青花瓷洋装嘛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就帮他买了。其实它是有点米色加这个蓝，跟我那件青花瓷我觉得不是很搭，只好另外搭咯。然后上衣是那个套装里面的，反正先给它搭一下。洋装像六七分袖的感觉，就是有笑脸。好了，香香这个穿起来，哇哦，运动风的洋装。看你前面的小笑脸，后面有一个大笑脸，没错。另外这一家的是小洋装，我买这家其实主要是为了这一件，跟我的那个星星一搭。顺便看到两件，就是有点乡村风的，还蛮可爱的。星星公主，星星公主。镜头说嗨嗨，再嗨久一点啊！嗨嗨嗨！对啊，这是淘宝的一些小洋装，但是这好像也是韩货的样子。小猪宝一下，连身裤，有点帅气的浪漫。坐飞机要怎么坐？哇，飞啊！
很仙的外套，有点运动风。你好，你好。因为它这边有那个荷叶遮到这边的感觉，非常的可爱。这边也有荷叶设计，这件我觉得很美，而且又是紫色的，点点很浪漫，舒服吗？香香，嗯。香香，它这一个我是买一套的，我是想要它这个裤子，因为它这个裤子很帅，像大人一样这样的破坏感，流苏吊饰的感觉。但是上次穿一次之后，它竟然这边一直拔它，已经被它拔掉好几个了。我弄回去几个，我就是为了这裤子买的，结果都被你拔的到处都是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一件上衣其实好像也还不错。再来这件裙摆的感觉很漂亮。再配珠。迷魔的伸展姿势，好啊，换好了。我很喜欢它字母感觉，然后你转过来，上衣我非常的满意，因为它那个字母的感觉在这边有，然后这边也有。它上次有穿一次，然后咬这边，然后它字就是有掉一点点，所以不晓得这个品质如何。但是这件确实看起来是还蛮好看的，牛仔裤破坏裤就买了一堆。但总之这个是宽松的，这个是夹口袋，是真口袋。好，它的剪裁就是是有特色的，就在这边。还有一件那个，好像这个比刚刚那个更配耶，上面就是有一点亮亮的，然后它的粉色配黄色，我觉得还蛮有活力的。这个你换，好，然后香香给他换这个好了。但是我看到这件，我觉得好有气质，大品牌会出现的那种感觉，有点棉麻透纱，然后里面再有一层这样子。对，香香这个是运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件。我是香蕉，总之就觉得它好像上学穿着很方便的感觉。香蕉嘞，就平常可以穿出去的。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帅。真的吗？快乐乐的小甜心，不怕风也不怕阴。快乐乐的小甜心吗？对呀。就是蓝色牛仔裤，而且都宽的哦。我以为我没买，结果不小心买了三个。这件上衣，我本来想说它是不是洋装，结果它有点短，它这个有点渲染或者是云朵的感觉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夹两件的感觉还蛮漂亮。哇，这件裤子是有蛮大一点的，但是大蛮多的，我觉得蛮正常 size 就。Nostalgic to la belle époque, du hip-hop classique qui fait les potes, des modes statiques sonnent la révolte dans les parcs et les blocs, la bonne fix. OK, 好，它这个都比较宽松，比较宽大，我也穿起来会太宽大，但是你穿起来好像还蛮帅的，只是领子没拉好，领子乱翻歌，他每天都在那边领子乱翻，然后他自己扣的扣错，但是意外长短这样子蛮好看，就是有潮感。好，你也扣完没关系，它这个可以脱掉，然后穿里面。总之，香香这件就是比较大件，这个尺寸好像就是做比较大一点。我本来以为它穿这个会刚好，但是它这个差不多是135左右穿的，所以它可能会看起来比较短。香香这就看起来比较长。然后还有一个前短后长的衬衫，很休闲随性的感觉。这个紫色配黄色小碎花跟那个小球球的感觉还蛮可爱的。穿起来好可爱哦，它两边不同，然后一边就是做这样拼接颜色的设计，还蛮可爱的，甜美，然后带有一点个性，但是其实我不一定会给它这样搭啦。好，你看哥哥帅不帅？帅，就是有点设计感，还蛮好看的。裤子我是觉得宽了点啦，但反正就是先暂时搭一下。像像他自己选说他要穿这个，你喜欢爱丽丝对不对？对。喜欢这件是因为它下面有那个缩口，搭裤子裙子都好看。这我确实有选比较大，不然应该正常来说会要这样子。但刚好搭你这件也是 OK 的。我来给他穿个这个好了，它是纱裙，但是它里面是内搭裤，是看起来还蛮舒服的那个内搭裤。
我是有拿比较大，但是通常拿正常 size 还是会大一点的感觉。哇，飞起来了，好美哦，想想。对，这个他前面有穿的这件，那时候觉得这好好看，但现在天气比较热了，所以凉的时候再给他穿。这两件都是有点像裤裙那种感觉。他现在穿这个紫色的，白色紫色我觉得都会很好看。上衣现在太大了，它这个内搭裤下面蕾丝的感觉还蛮特别的，可能要再搭一下不同的上衣。好了，这是它的恐龙包。这是剑哦。它这个套装我还蛮喜欢的，然后裤子它就是这样三件组，就是红色跟蓝色都买的。背心就是这样，运动会加油！那有冷气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穿起来。呀一啊二，你的头，你的头。都被你讲走了。是都很好看，这边也有两套。那因为颜色这都还蛮好看，像它这个黄色和湖水绿。其实之前比较凉的时候就是要让它穿，结果现在都还没有让它穿。你知道有小叮当的就觉得好可爱哦，跟那个小短裤，这黄色也是小叮当。超可爱的，那你想要穿那个湖水绿，还是要穿黄色的小叮当？我要穿湖水绿。Hello， 湖水绿小叮当，我滑彩。我想小企鹅走。我们来穿最后一件紫色的套装，背后是这样。耶、yeah, ，我最后一件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紫色超美的哎，这样子套装。我最后一件就很美。好的，来最后一套，耶、yeah. yeah. ！好棒。好，还蛮韩系的感觉。好，亮毛衣，喵！等一下，也是这样，大象是这样，对，你好棒哦。好，那我们穿完喽。